大家好，我现在人在台湾大道一段523号，这是网友介绍我过来的。这里有一家娃娃机店，他说里面有可以交换拿到那个正妹单身男女的 LINE， 他说是32号，就是这个。我刚刚有稍微来看一下，它的游戏规则是这样子的。它上面会有杯子号码，只要夹到那个上面的号码，就可以换这边的 LINE。那女生是5678，男生是1234。那我刚刚发现，1234号的杯子都在前方，女生的全部都在后面。所以要夹女生的还是比较难一点哦。那接下来是，如果你是夹粉红色的杯子的话，是可以拿到香水的。那也可以两个号码杯加香水，然后可以大罐的香水，然后还有袋子，这是名牌香水哦。所以要夹这个。那里面的女生正妹类型，说真的好像没有我比较喜欢的类型啊，里面都不是我的菜，不过我还是夹看看吧。那夹到之后，台主会给你他的 LINE， 你要赢得对方的芳心，然后不可以讲一些色情的东西，不然就是封锁或法律途径。那我刚才看已经被投100块了，那等一下来挑战看看，到底要夹香水好，还是夹女生的 LINE 呢？那我再试看看吧。先来换钱。那他的保夹是690，所以我至少要再投590，才比较就能当保夹，还是试看看哦。来，准备来夹看看。它的爪子三爪套，它是夹杯子，可以甩。我夹这个看看。下爪之后，重到会收爪，能倒爪吗？转爪，倒掉了。4号好像是最多，4号是男生，该不会那个是台主吧？喂，直接夹出了，我夹到了，夹到5号的，可能夹到5号，夹到那个妹妹，啊，再鼓励一下了，夹看香水。
是用炖的比较稳。这炒脆肉面，又顶到了，我夹到了这个，哎，我把它夹掉了，这样会不会更好吃啊？它天地高，天地差其实蛮短的，这还算蛮容易顶到的，然后还算蛮准的。我夹出这个男生的，让他看看。破掉，你再慢慢剥就好了。它也是会外丢一下的。行，那就打电话给台主试看看啦。台主的 LINE传这个讯息给他，不知道他会不会给我这个五号的 LINE 啊？台主后来加我了，有回我，叫我把东西放到后面的柜子里面。我也传那个保险柜的密码给他了，晚一点他应该就会传正面的 LINE 给我吧。那我们再拭目以待一下吧。那个台主传给我正妹的 LINE 了，那我等一下就聊天聊看看吧。那我们就来准备视讯一下好了，我戴个口罩。Hello， 哈哈，哎，是本人，是本人 ，OK OK， 你好。我们也不能讲话，没关系，有露到脸就好了，有露到脸就好了。可以整个脸吗？可以整个脸吗？啊？不要是不是？好了，没关系啊，那至少证明真的是真妹，好不好？谢谢了，谢谢。然后跟大家打个招呼一下，挥个手就好，挥个手，挥个手。好，那我们就证明到本人喽，谢谢你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拜拜。先这样就好了。嘿，
刚试训完之后，真的是本人啊，真的是正妹，我要到正妹的 LINE 喽。啊，就谢谢正妹有跟大家打招呼。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里喽，拜拜。